各位同修，大家好，阿弥陀佛，请看下面两句偈颂：满足诸妙愿，必成如是刹，通途说法，诸妙愿。 是指四宏誓愿。四宏誓愿是诸佛如来在因地所发一切大愿的总纲，归纳起来不出这四大类。即使是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，归纳起来也不出这。 四大愿，我们要记住，这四大宏愿是菩萨宏愿的纲领。满足诸妙愿，你要去满足这些愿，不是说一切如梦幻，什么都不做了。 净影书说：“举笔志愿，既必得土，绝了一切如梦幻等，是举志也。满足诸愿，是举愿也。成如是差，既得土也。” 你绝了一切，如梦幻等，是智慧。满足诸妙愿，是大愿。能成就这些差土，就受尽你能得土菩萨，尤其是有能力到西方极乐世界的菩萨，来去自由。 不是普通人，阿罗汉没这个能力，辟支佛也没这个能力，全教菩萨也不行。能到西方极乐世界来去自如的，皆是法身大事。他们具足真实智慧，四象破了。 四件破了，这样的标准，就是《金刚经》里达到的标准。这样的标准，才能满足菩萨大愿，断烦恼，成就至高无上、究竟圆满的德行。菩萨所修学的两门功课。 一是断烦恼，一是学法门，一是德行，一是学问。这两门功课毕业就成佛，唯有成佛才能满足诸妙愿，必成如是差，如是差。 是指西方极乐世界，这些菩萨向往西方极乐世界，希望自己将来居住的国土也像西方极乐世界。必成如是刹，这是佛在为这些菩萨们受成佛之际。刹土成就。 乃至于愿之国也，知土如影像，恒发弘誓心。这两句，第一句知土如影像是智，第二句恒发弘誓心是愿菩萨。 确实绝了一切法，了知国土如物所现的影像一样，一无所有。就像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”了知国土也是空，但菩萨不执着空。 这个智慧很深了，了知空，不着空，还发宏誓愿的心，成就国土，教化众生，这跟《维摩诘经》一样了。不但有愿，从愿起行，究竟菩萨道，在菩萨道上。 自利利他，阿罗汉、辟支佛和菩萨不一样，他们执着空，进入天真涅盘，与世隔绝，他们不度众生，对一切众生的事不闻不问，毫不关心。 自己享受着清净无为之乐，所以世尊在大乘经典里责备他们、呵斥他们，说这一类人像焦芽败种、堕无为坑，只有自立，不能利他。菩萨不然。 虽然知道一切法空，还是一心一意求生净土，教化众生，恒发弘世心，就是誓取西方极乐世界。这是菩萨殊胜之处。菩萨住中道，不着空，也不着有。 知道一切法空，仍一心一意求生净土。说他有，他又了解一切法空，心里清净无为，一尘不染。这就称为妙器中道。这是净宗的根本宗旨，也就是修行的基本。 原理、原则。古德曾说：“净宗不是空宗，也不是有宗，空有两边都不着，这是真正认识净土。”《维摩经》上有这样的话：“随之诸佛果，基于。” 众生空，而常修净土，教化于群生。这四句话的意义，就是华严境界，是理事无碍、世事无碍的不思议解脱境界。真正会修行的人，是自己修行。 不看别人，看别人心里生烦恼，就有意见，有意见心就不平，就不清净。到什么时候，我们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见如不见，闻如不闻，心就清净了。 对于一切法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虽然明了，但是心里不执着。那个时候就得到清净心，往生才有把握。我们学佛不止这一生，生生世世学佛。 为什么都学不成？这两句话很重要。知土如影像，知一切法，确实是如梦幻泡影，都不是真的。既不是真的，执着它干什么？想它干什么？不值得。恒发。 洪世心，我们求生净土、普度众生的大愿，念念不可间断。下面的几段话，道理很深，不易懂，但却是事实真相。不知有多少同修能够理解。 浅层次的要讲，深层次的也要讲。般若经上所说的“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”，包括极乐世界在内，你接受这个理念吗？我们仔细念几遍这句话：“凡所有相。” 皆是虚妄，把它简化一点说，就是“像是虚妄”两个重点词，一个是“所有”，一个是“皆”，这两个词儿意思是一样的，是全都包括在内，一个都不落的意思。 两个意思一样的词儿用在一句话里，是加重语气、加大分量，要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。这句话是佛说的，佛说的都是真话，没有妄语。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没有说。 极乐世界例外，所有和皆里一定包括极乐世界。为什么？极乐世界是现象，它是不是虚妄？当然是虚妄的，所以不可以留恋，也不可以放在心上。 真的不能放在心上，忘的也不能放在心上。真的放在心上，障碍了，不能见性；忘的起作用，障碍了，也不能见性。真忘都不能相信。为什么？真忘是对立的，是相对的。 自信里头没有一法是对立的，对立是见识烦恼里头最初最初的烦恼。五种见惑、身见、边见就是对立。二边，空有二边，二边都是假的。 二边不利，再有个中道，又对立了，还是迷惑。末了，中道有没有？没有，哪来的中道？没有两边，哪来的中道？所以，佛给我们说的是真话。古圣先贤。 和高僧大德给我们说的是真话。极乐世界即在当下，当下就是是什么？是大圆满，样样具足，没有一样欠缺，就在当下。只是你没有把障碍除掉，除掉障碍，你就见到。 见到就成佛，《金刚经》曰：“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。”这个一切法理，包括佛法，佛在大乘经上教给我们：佛没有法，释迦牟尼佛说。 我讲经说法四十九年，没有说出一个字，就是没有说过一个字。他老人家全部否定了，否定的干干净净。要是有人说佛说法，叫谤佛，最后舍得干干净净，一切有违法。 如梦幻泡影。现在这个句子里头说了知佛土亦如影像，如是智慧实为甚深。我们要问，他有没有着相？这才把真相真的说出来了。 不要粘着极乐世界不放。现在要知道，我们是无可奈何，没有办法把极乐世界放在心上，把阿弥陀佛放在心上，能不能成就？不能成就。为什么？因为自信里头一法不立。 一法不舍，这两句话。一法不立，一法不舍，这是自信。自信是圆满的，遇缘能现，没有缘不现，不现不能说它无，现不能说它有。 你就了解了事实真相，所以通通不可取。我们必须把这些淘汰的干干净净，自信现前了。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能现？什么时候现？什么时候不现？ 西方极乐世界之所以能现，是因为十方世界有那么多菩萨到那里去求学，这是缘。这么多人来求学，佛就现道场，就现身说法，一身能当作无量身用。 一种声音能当无量声音受用，千经万论，你想学什么，听到的，就是给我讲这个。这个科学技术做不到，科学技术跟性德相比，那太幼稚了。自性智慧是真的。 为什么不生不灭？科学技术是假的，它是生灭法。它再提升一个境界，被淘汰了；新的出现了，新的过不了多少年又被淘汰了。永远在那里生灭。但自性所证得的不生。 不灭，什么时候现？什么时候不现？概括的说，八个字：有缘则现，无缘则隐。没有缘不现，什么都没有。有缘能现一切法，所以了知佛法。 对佛法也不执着，为什么老法师劝我们执着极乐世界，执着阿弥陀佛？老法师告诉我们，现在要执着极乐世界，执着阿弥陀佛，到极乐世界再不执着就对了。 现在要不执着，烦恼执着，那可麻烦了。烦恼执着，不是三善道，就是三恶道。不如我们要执着极乐世界，执着阿弥陀佛。我们真到极乐世界去，老法师。 对夏莲老汇集的这部《无量寿经》给予了极高评价。老人家说了这样一段话：“这部经妙极了，夏联公，我觉得是阿弥陀佛再来，怎么汇集的这么好？就像释迦牟尼佛亲口所说。” 确实，字字句句是原译本的经文文字，没有改动一个字。终于汇集，汇集不是翻译，翻译可以用自己用词，汇集不可以。这部经里头找不到一个字。 是他自己用的，找不到。佛菩萨来度我们这些有缘众生，让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遇到了，喜欢他，有缘。二战之后，这个本子才流通，二战的时候没有。 稿子写成之后，没有印出来。注解真实智慧，句句都是引经据典，用经来注经，佛说的，用祖师大德注书来说，祖师大德说的，这是念老的真实智慧。如果。 他不用这个方法，都是自己说的，大家不相信，大家不肯学习，没人认识他。这一变革，用这个方法，大家相信了，取得这么好，好像经里头这些经文，这几句经就是这一句经文的注解。 这不是大智慧，这不是佛菩萨再来，我不敢相信。所以，我们今生靠定了，一部经，一部注解，一句阿弥陀佛，真信切愿，决定得生，这就对了。上面这段话。 出自于当代难得一遇的圣僧上净下空老法师之口，让我感动至极。什么是大德？什么是圣僧？大德就在我们身边，圣僧就在我们眼前。他给我们示现的是生赞僧的光辉榜样。 给僧棒僧的污垢注入了清凉甘美的清泉水，洗涤污垢，还佛门一个清净。我在想，老人家堪称当代佛门高僧。如果不是佛菩萨示现，什么人能有如此博大的胸怀？ 什么人能有如此脱俗的真实智慧？历史是公正的，让历史来见证吧。究竟菩萨道，具诸功德本，修胜菩提横，受记当作佛。 这首集诵的前三句是说：修行要修最殊胜的行门，要修到究竟，究竟就是圆满。依照佛经讲，菩萨道无量无边，四弘誓愿中的断烦恼和学法门。 是菩萨道，真正修行一定要抓住纲领，把握住修行纲领，就容易成就。在我们净中，上净下空老法师，把修行的纲领分为五科：三福、六合、三学。 六度，普贤十愿。五个科目的第一科目是三福。三福的第一句是：孝养父母。从孝养父母做起。唯有孝亲，才能尊师重道。因为不敬老师，就是不孝亲。 父母希望我们接受老师的教导，听老师的话。你不愿意接受老师的教导，父母就忧虑，给父母添烦恼，就是大不孝。整个佛法都是从孝敬生出来的。一个真正孝顺的人，绝对。 不能让父母失望，不能让父母生烦恼，不能让父母忧虑，这才是真正孝顺。师道是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，再把孝道扩大到慈心不杀、修十善业，这两句还是孝道。 还是十道，都是从孝道生出来的。孝道是根，在这个基础上往上提升，就是受持三规，具足众戒，不犯威仪。再往上提升，就是行菩萨道。 发菩提心，深信因果，读诵大乘，劝进行者。三幅前十句是自律，只有最后一句是教化众生。自己成就之后，要帮助别人，这是讲个人的修养。人。 不能离开人群，不能脱离社会，与大众相处。佛教我们六条戒律，六和敬。与人相处要和睦，彼此要互相尊敬。佛教给我们，只敬别人。 不要希望别人敬我。每一个人都听佛的话，个个都乐于敬人。佛法是处处省察自己，才能得清净心，才能得真正的禅定。我敬他，但他不敬我。 你有这个想法，心就不清净了。心不清净，三昧就得不到了。只问自己净没净别人，不问别人净没净自己，不把别人净没净自己挂在心上，心就定了，心就得清净。 心清净，即是成就法器，然后才进入佛法的修学。三学、六度、十大愿望，学明白了，用明白了，哪有不成就的道理？我们不但要学菩萨行。 而且，要成就究,究竟圆满的菩萨道，具足功德本，首先要认清楚什么是功德。记得是一九九一年七八月的一天，我和好朋友张廷芝聊天。 突然莫名其妙的说了一句：“停止，你帮我请佛去呗。”说去就去，当天他就带我去极乐寺请佛了。那是我第一次进寺院，我看见两个红色带口的箱子，一个是功德箱，一个是福田箱。 我问停之：“这两个箱子是干什么用的？”停之告诉我：“功德箱是积功德的，福田箱是种福田的。”我没听懂，又问：“怎么积？怎么种啊？”他告诉我：“往里放钱就积了，就种了。” 我还是没听懂，不能再问了。可能听之也说不明白吧。我想，这就是两个装钱的钱箱子。若干年以后，听老法师讲经说法，老法师讲了一个故事，我听明白了。 不但明白了什么是功德，还找到了功德之本。达摩祖师当年到中国传法，梁武帝以他的地位势力护持佛法，造了四百八十多所寺院，度几十万人出家。 颇为自负，见到达摩祖师说：“我的功德大不大？”很可惜，达摩祖师不肯打妄语，也没有善巧方便，说了一句老实话，并无功德。这一盆凉水泼到梁武帝头上。 梁武帝一生气，不护他的法了。他只好到少林寺面壁，坐了九年，才等到会客。梁武帝为佛教做了那么多事情，还没有功德。在木箱里捐一点钱，哪有什么功德？我们要知道，功。 是修行的功夫。你有一分修行的功夫，就有一分收获。收获就是德。功夫是什么？是修行。行是行为。我们的思想、见解、言语、造作，有了错误，把错误的行为。 修正过来，称为修行，这是功；得到的是心清净，这是德。心清净到一定程度，就开智慧。所以说，德是定与会。捐一点钱，没有得定，没有开会，与定会。 毫不相干。所以，戒定慧三学，戒是功，定是德，定是功，慧是德，功德是这样修的。功德本三个字重要。什么是功德的根本？我们这里讲到功德本。 就是“南无阿弥陀佛”这一句佛号，具足了戒定慧三学，所以佛号是功德本，这部《无量寿经》是功德本，千经万论都离不开这部经所讲的原理、原则，这部经。 是一切经的精华。记住，戒定慧是功德。无量寿经，阿弥陀佛佛号是功德本。修圣菩提恒，圣是殊胜。殊胜的菩提行就是信愿。 持名，信不迷，愿不邪，持名不染，不迷不邪不染，佛法僧三宝具足，三宝就在这一句佛号之中。老实念佛人即是修。 最殊胜的大菩提心，受记当作佛。在无量寿经这一会上，阿弥陀佛为与会的菩萨们受成佛之际。我们听了，既欢喜又羡慕。 可是你知道吗？我们今天读这部经，以这部经典修学，就是阿弥陀佛为我们受记。可是有多少人相信？疑呀、啊，疑呀、啊，真耽误大事儿啊！我们什么时候能把这个疑除掉啊？ 这段时间，我们经常唱六合小调歌和醒世歌，越唱越有味道，越唱越亲切，越唱越有回家的感觉，觉得每唱一遍阿弥陀佛。 就为我们受记一次，唱着唱着，有时唱着会热泪盈眶，自己把自己感动了。听者能不能感动，我不知道。下面，我和菩提心给同学们唱几段 快乐美满大家庭，人人心里都快乐，都快乐，志同道合好道友。 终极目标是极乐，是极乐。我们天天念弥陀，我们天天在极乐，在极乐。 极乐就在我眼前，莫去他方找极乐，找极乐，我们都是极乐人。 将来都去极乐国，极乐国，六合小院儿戒烟送你去见阿弥陀，阿弥陀。 我们来自南北西东，方言不改，心灵相通，心灵相通。六合小院儿，法界共享。 阿弥陀佛，牢记心中，牢记心中。阿弥陀佛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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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阿弥陀佛。 谢谢菩提心助唱。我给同学们唱歌，做好了被批评的思想准备。有人会批我不庄严，没有威仪，没关系。我不会在意别人怎样说我。我知道我自己想干什么，在干什么。我就想种一块。 把佛法学活的试验田，老法师说的一段话，对我鼓励很大，坚定了我的信心。老人家说：“知道怎样运用佛的教训，使我们成就无量功德。如果不能圆解，死在经文里。” 就很糟糕，就是食古不化。念是念的不少，也记得，不会用。要会活用，活用建立在缘解的基础上，解的圆，用的才活泼，才广泛。 这就是真正的智慧。上面这段话是老法师十几年前，或者是二十几年前说的。可是我们听了，忽略了，没有智慧，不解如来真实意呀、啊！黄念老教诫我们。 从文殊的大智起，普贤的大行，普贤的大德，就是导归极乐，知土如影像，还是发弘誓愿。从这个愿起行，究竟与菩萨的行道，穷尽自己心源之本。 从根本智而差别智，来修种种的殊胜的菩萨行，感得受记之妙果。所以我们看了每一个受记，每一个成就差土，都是在理上、本源上先通达了，这是根本。 阿弥陀佛，慈悲至极。为末法众生开了净土持名念佛法门。只要你按佛教诲，如法修行，你就等于进了保险箱。了生死、出轮回的大事，今生就办成了。为什么？ 因为阿弥陀佛已经给你授了成佛之计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以前不知道，今天我告诉你了，你可千万记住啊！你是佛陀的受记弟子，可千万别让这个风、那个风吹跑了，一跑。 就是五千劫呀！阿弥陀佛慈悲，让上海夏贤老和尚注释一百一十二年，专门为迷惑众生表演念佛成佛。老人家是纯粹的念佛人，一点没有夹杂。 一句阿弥陀佛，念了九十二年。感恩上净下空老法师，把佛门榜样上海下弦老和尚推荐给大众，为大众树立学习的榜样。老和尚的光碟，我看了两千多遍，遍遍都有新感受。 心悟处，老人家彰显的是平凡中的伟大，伟大中的不凡。阿弥陀佛慈悲，让我亲身经历了，亲眼目睹了刘素清、刘明华、董树珍三位菩萨往生的过程，让我的信念。 坚不可摧。阿弥陀佛慈悲，以其威神之力加持我和我所在的道场。两年送走两位老菩萨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一位是上品上生，一位是上品中生。事实。 是无可争辩的。同学们亲眼所见，不是道听途说。难道你连自己的眼睛都不相信了吗？人各有因缘，善根福德也有不同，所以对同一件事认识不一样，是非常正常的。 不要大惊小怪。站在山顶，站在山腰，站在山根，看到的景象，能一样吗？这节课就交流到这里，感恩大家，阿弥陀佛。